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宝妈妈。已经到中午了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我和静宝今天呢又吃火锅，刚把他给接回来。上次你们说我们吃火锅全是吃素，今天呢我就整了一大份羊肉回来。静宝现在在这儿剥蒜呢。用这个锅煮吗？对，用这个锅。这是螺蛳粉味锅。都行，无所谓的。你们看一下我煮的玉米，然后静宝现在在接水。哦，太沉了，差一点就洒了。放到餐桌那边吃啊，不，给你们看一下我整的啥菜吧。那这边没有插头。有香菜，有茼蒿，白菜，豆皮，还有一份羊肉。那没有那个。怎么会没有呢？让你放那边肯定是有的呀。静宝告诉我，一会儿吃完饭要带他去看一下测试里。那你上次学校不是测了吗？学校测的都不准。那行吧，赶紧吃饭吧。他那个给我测的可快，没说两下子就走了。行吧行吧，先吃饭再说吧。这么多菜不知道咱俩能吃得完不。可以。现在火锅料放进去，等一会儿开了再放过来。再整个芝麻酱哈。对，我们准备开吃喽。赶快吃完，一会儿带静宝测试里去。对，看静宝穿了一个围裙在身上。昨天晚上吃螺蛳粉都滴到身上了。他把衣服弄脏是吧？对。好，赶紧吃吧。去测试里去。我的天哪，这一天天的，你这眼睛真是个大事儿呀！啊，魏静宝。这回换眼镜都要戴到高中毕业。他给我保证的。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度数是一圈一圈不同的度数，然后最适合的度数是在最中间的，我的鼻梁压根就架不住，每次戴都到这儿，但是人家给我画的点是在这儿的，鼻梁架不住了出油，所以每次都是看的是，中间上面两个圈。你知道妈妈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就是怕你给我说妈妈我的度数又增长了，我真的很郁闷很无语，你知道吗？最怕的就是给你换眼镜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你只要控制在，你只要不超过，好，盯着里头快。测了多少？嗯，这个，不知道。这个、左眼。这个、是零点。一个零点六，一个零点八。对，一个。阿姨说是，估计是又涨了，但是现在还没确定呢，是吧？今天刚好有时间给静宝做个眼部护理。我们已经做好护理了。那个阿姨咋说呢？嗯，左眼涨了25度。25度还行是吧？对。然后以后就是要好好的保护眼睛，眼贴呢要及时的贴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我们准备去学校了。